posto. Poštovane,女士们、先生们，本次粮农组织大会强调了当今世界面临最大挑战之一：水资源匮乏和水文不安全。加上极端天气事件，无疑是对粮食安全和全球稳定的主要威胁。每年这种情况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恶化，水文循环正在发生变化。女士们、先生们，本次粮农组织大会强调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水资源匮乏和水文不安全。加上极端天气事件，无疑是对粮食安全和全球稳定的主要威胁。每年这种情况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恶化。水文循环正在发生变化，降雨量和强度都变得不可预测。由于土壤中的水储备不足，以前的绿色地区在生长季节变得干旱。一年中，一个时期的干旱越来越普遍，而在另一个时期则经常出现洪水。即使在温带气候区，如斯洛文尼亚，如果没有现代技术解决方案，农业生产也不能够再得到保证。为了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引入保存和保护水资源的创新技术。我们需要有效地回收雨水和废水，并加快开发利用非常规水资源的方法。我们需要收集水，并将其储存在适当的水库中，并寻找补给含水层的方法。我们的全球挑战是在能源部门、环境、农业以及城市和农村发展中进行综合和有效的水管理。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潜在的水污染的问题。直到最近，斯洛文尼亚的饮用水供应还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问题。气候变化，但也有水污染和水消费的增加。增加了负责任和谨慎水管理的急迫性。斯洛文尼亚有一个综合水资源管理系统，其优先事项是消除对水的有害影响，确保适合人类使用的水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并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现在正在升级我们现有的一些灌溉系统，并努力保留水，以便在生长季节均匀的供应农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即如何确保为年轻一代和未来一代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以及为确保人口的粮食安全提供足够的水。这需要采取综合的方法和长远的眼光。粮农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的准则可以促进全球更好的管理水资源。